赛事运动球员蒋玉安。哦，哇，哦，太快了！哇，这个球，哇，这个火花来得有点突然。是，罗茂就有提到说他完全不畏惧 Cousins 的挑战啊，而且他也是一个比较 tough guy 的 player。哇哇哇，这个球看到 Cousins。卡森斯拿球一对一面框，现在要打库萨是这一个点，马上打回来，长篮板，高景伟回来，卡森斯也回来，前面修判先单手暴扣，顶宽的一个跳投，卡森斯抓到进攻篮板，这是个 M1 3736，哇，现在换吴彬守表弟，直接被过掉，哇 ，M1。再给到表弟 Cousins 的出手，但是进攻速度要加快了，表弟，哇，身体都失去平衡了，还是被表弟